现在是联包装二斤六两，你看，啊，咱下的单是三斤的。哎，你订的吗？对，这是我的。先说现货，现货。啊，老板还认识我吗？是，昨天晚上你给我送到下城便利店的三斤麻辣的。嗯，联包装只有2.6，现货只有1.7。我们想订多少袋糖纸的？但是你上面有备注要带汤汁吗？你带汤汁也不够呀，只有二斤六呀。你拿个工具来，我给你测这个。来，我看一下你汤汁。不用人家的，这是我的，我付过钱了。这是你昨天来的。这是我今天刚买的。我今天再买一个，看你知道是不是都不够。看见没有？一斤一七两。多一点，跟你说，就是这个虾的问题。行，那你不说这个，昨天的一斤七两，啊，今天的贵了二十，还是一斤七两。能给你付钱就行了吗？哎，我挨八年，你谁骂？你骂啥？你骂谁？跟你商量还骂谁是不是？跟你商量还骂人还年底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跟你商量，你不道歉还骂人？